群的日常，哈哈哈。我刚刚艾乐芬已经打一个赌，还有马基打了一个赌，两个月内要回到。这一张照片。昨天跟艾乐芬还有马基打完赌，我要瘦回十年前的样子。刚打完赌之后回到家，我忍到了十一点多，我就吃了两包薯片。我被魔鬼诱惑了。第二天。三天，又是一个阴雨绵绵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誓言。Let's go， 继续。第四天，俯卧撑继续。我真的可以那么快？耶！坚持就是胜利。耶！让我们拭目以待哦。